使人了解。我觉得他这个比方太好了，所谓一为一切，为一切为一为，这个道理要怎么样子了解呢？你就把这个恒大的暗示里面有这么42支蜡烛，慢慢一支一支点下去。第一支的蜡烛光，你不能说它没有照到整个暗示啊，照到了，但是量都不够啊，慢慢一支一支点下去，不是都有了吗？光都普遍了，每一支蜡烛的光都遍满全市，整个暗示都周遍的。每一支蜡烛光都遍于整个暗示，不，这不就是一位一切位很显明的道理吗？那么这个一整个暗示里面所有的光播出这一支蜡烛的光，这不是一切位一位吗？它虽然很简单的用这个比方啊，我们可以体会出这个原教所谓一位里面可以通于一切位。融会贯通，一位一切位，一切位一位，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所以我觉得四教义里面讲六机，把八教大义里面前后这两个比方啊把它略掉了，那真是遗珠之憾，觉得很可惜呀。这是一个两个很好的宝珠，如意宝珠，把它遗漏了，没有把它揭露下来，觉得很可惜。所以我看到这里呀，就在这个地方加以补充。我相信各位听到这两个比方之后啊，对于原教的分位，对原教的六机会更为明白的。到这里为止，证明六机讲完了，六机判为四段，第二证明六机说完了，下面第三。是六机一，解释这个六机两个字的意义。正文里面接下去不到两行，越修行位次从浅至深，故名为六。越所缘离体位位不二，故名为机。他这段文呢，就是把八教大义里面所说的离同故寂，四欲故六，把这两句话详细一点写出来就是了。可是他不该把下面的那个比方略掉，他如果把那下面的比方或者是把前面的比方都把它搬上去的话，那就更容易体会了解了。这就是是六机一，这个解释六机两个字的意义啊。修行的阶位由浅至深，所以有六啊，离、名字、观行、相似、分正。分正有些地方叫做分真，真假的真啊，这是真，是指那个真如自性说的啊，正道一分的真如自性就是法身，那叫做分真啊。分正是约正果的动词而说的啊，那么破了一分无明，就正到一分的三德分正啊。那么到了成佛了，就是究竟机，就是究竟成佛啊。那么越他的修行浅深，所以有六。越他所显之理的当体啊，位位都不二，所以叫做机。那么就把这个八教大义里面42支蜡烛啊，点光亮照整个暗示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就不必细解释啊。那么把前面的那个破暗示的光啊，那么一一把它比对起来，那么由六到由粗到厚啊，由浅到深，到究竟机佛就很清楚可以明白，不必细讲。后面第四。结义劝学，总结，这个说六机的利益，劝修学佛法的人呢，应当要好好的去修学，所以接下去正文里面就说，是故称身是六支啊，不生上慢，为名机智。
不生自屈，可贵可依，视之贼之。这就是第四节一劝学。因此之故，说这个六字有这么大的利益的缘故啊，学者如果能够深深的了解这个六的意义深思六字，深深的是认识这个六字的六的意义就不会生起正上慢不会疑烦滥甚。前面所说的无稽之讲的所谓痴缠任性滥上甚而情高就是这个意思愚痴的缠活子太过于任性，认为当下就是佛所以就是滥上甚而自情自夸自高自大就会有正上慢的情况发生上慢呢就是正上慢这个慢字，众生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慢的根本烦恼。慢，我意思是说有七种慢，七慢里面有一个正上慢。所谓正上慢呢，就是以正上法起慢，正上法还没证到，误会以为已经得到，由此生起慢心，叫做正上慢。这个名相啊，本来是起自声闻人，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修这个禅观的人，那么修这个四禅呢，他得到第四禅，得到第四禅呢，他误会了，以为是第四国阿罗汉，把四禅当四国，由此升起正上慢。证到第四禅，以为证到第四国，就随便就跟人说，我得到阿罗汉国了，我都是罗汉了，实际上他是证到的只是第四禅，而不是第四国，那么后来出定之后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又升起贪嗔痴了，那么因此他就升起怀疑了，佛不是说证阿罗汉国？不会退失吗？那我为什么证到阿罗汉果又退失了呢？现在又升起贪嗔痴呢？他就把四禅当四果，这就是以正上的四果之法，把四禅当作是，升起慢心，所以叫做正上慢。现在这里说的上慢啊，是指的就近佛国，中下修禅的人。往往误会以为当下就是佛，那么这个当下就是佛呀，都是误会以为是就近佛国呀，以就近成佛的佛国以为是相同，所以这个上慢呢，以佛国升起正上慢。假如呢，深深了解六七的理呀、名字等这个六的，这个四项的意义明白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升起正上慢了。你的当体即佛呀，只是理即佛，那你了解佛法顶多是名字即佛，正在修行嘛，顶多是开始是个观行，刚刚开始还谈不到观行即佛呢，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生起正上慢。唯名即智，不生自屈。唯是详细了，详细明白即智的意义，即当下就是了，即当下就是，当下就是佛。那么这就显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人人都能成佛呀。那么不懂得这个机制的道理的人，就会自甘披裂，披裂慢升起来，就是自身退屈了啊。那么前面无稽之讲的，狂会随情啊。那么就会居下凡而自屈，居在下凡之位啊，不敢想要成佛了。世间上学佛的人也有这种人呐，他不敢想要成佛，他觉得成佛
太高了吧，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从前我在石头山呢，山上有一位老人，老菩萨，他不认识字，当然他也会念阿弥陀佛了，他也拿念珠了，他很发心修苦功，每天早上啊，吃个早饭，拿住扫把呀，就到山底下扫这个路啊，一级一级慢慢的扫，扫到山顶上，天天都在做这个工作，扫路扫得很干净，有一天呢，有一位居士从台北来，他这个路途之中就看到这个老菩萨正在扫路，扫得很干净啊，那正巧啊，我也下山也到那个地方，碰到了碰上这种的这个画面，看到这一幕电影。那么这个居士就赞叹这个老菩萨扫路啊，像你这么用功，把这个路扫得那么干净啊，那你将来一定成佛啊，赞叹他将来成佛，拜地也做会了。那么这个老菩萨一听到说他将来会做佛会成佛，他吓了一跳啊，那我就不敢想啊，俺娘干不像呢，我不敢想了，不敢想成佛，我很愚痴啊，我业障很重啊，我罪过很多啊，我怎么能敢想要成佛呀？居士听到这个话也吓了一跳啊，哎呀，奇怪，那你学佛不想成佛，不敢想要做佛，那学佛做什么呢？他就问他说，那你不敢成佛，那你将来做什么呢？他说，后拜后我去叫到世界含糊的转地啦，扫土卡啦，他做佛奴，他不能做佛，做佛的奴婢啊，做佛的奴隶啊，敢不做就转地扫土卡。他没有想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喝茶的，八功德水充满其中，还要用你喝茶煮茶吗？恐怕极乐世界还没有锅呢，你要带过去啊，你要替佛扫地，那真是做梦啊，极乐世界扫把嘛，我扫臭呢，极乐世界抹扫臭，那么你往生的时候带着机器，能不能这样子啊？那不是笑话啊，他想要替老佛爷扫地，佛的地七宝琉璃呀，早上微风吹动，一吹干干净净啊，用不着你扫。那你想要替佛转得扫头咖，那么将来你到极乐世界，你会失业啊，会失业，失业就变成无业游民啊。极乐世界不能容纳这种无业游民，又把他赶回娑婆世界来，这是说笑话。所以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人，他虽然是学佛呀，不敢成佛。啊，唔敢想要做佛啊，俺唔敢想我成佛咯，俺唔敢想哦，这么一回事啊，他不敢想要成佛，自甘披裂。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道机，不知道机。他如果懂得六机的话，尚且是理机当体就是佛，何况是名字呢？没有修行当体就是理机佛了，何况你晓得念阿弥陀佛呢？啊。所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机，就自身退屈啦，自身退屈，不敢想要成佛嘛。不要等到那个狮头山的那个老菩萨哟，恐怕现在也有这种人呐，不敢想要成佛的，我业障那么重啊，要我成佛呀，恐怕不可能吧。如果动了这个念头，错的。很大的错误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儒家，他说：“饶一人也，顺一人也，尤为者亦若是。”彼既丈夫我一儿，不应自欺而退去。我们把这个话把它翻成佛法来讲：佛一人也。菩萨一人也，尤为者亦若是。佛菩萨都是人呐，都是人修成的，没有天上弥勒自然释迦，前面讲过了嘛，都是人修成的，佛菩萨都是人修成，那么我们也是人呐，
我们修行一样能够成佛呀。释迦牟尼佛在久远之前跟我们还是一样的，啊，这是讲藏教的时候都讲过了。那么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呀，就不会生起这个毗连慢啊，不敢生起哦，我不敢想要成佛哟，不会有这种念头。既然学佛了，必定想成佛，不想成佛就是没有目标。哦，在这个茫茫苦海之中啊，那你怎么能够出离呀？你不想成佛嘛？不想成佛就要做众生，永久在这个世间。这就所谓啊，结义，总结说六级的意义啊，不会升起正上慢，也不会自甘披裂啊，把这两种慢心都去掉啊，可归可依呀、啊，啊，师之者之。在劝修，在劝修啊，所以我的科判叫做结义劝修啊。上面总结说六级的利益，现在劝大家好好修学啊。这个六级的道理呀、啊，值得我们归头依靠的啊，可归可依的，好好去思维，闻而思，思而修啊。听过之后不再用心去思维啊，耳边风。听过就算了，得不到受用啊，顶多啊只是在啊世田里面种了一点善根啊，将来这个头颅啊讨卡哦，如果卖的话有钱就是了，比较好用啊。哦，这个故事我曾说过的，假如有人没听到啊，我再说一遍给你听啊。《摩诃止观》里面说，从前呢、啊、印度啊有这么一个人，他到了这个王阿波啊坟墓那边呢、啊、那印度有这个野状啊，人死掉了乱就丢到这个野林野去啊，那么慢慢就剩下头颅啊，骨头都没了，剩下这个头壳啊，头盖骨。那么有一个人呢、啊、就把这个头盖骨捡起来啊，就挑成一担的头盖骨去街上去卖啊，喊卖啊。可是你想想啊、如果是猪骨狗骨也许有人要买啊，人都头盖骨谁买啊？在街上啊跑了一天了、啊、没有人买，后来跑到一个角落里面去啊，有一个人啊，哎，他说我买，我来看看啊，我不见哦，见我未必完全没有哦，他要捡一捡，怎么捡呢？他把那个头盖骨一个一个拿下来啊，用一根草。一根草啊，从这个头盖骨的耳朵啊，从右边进去，左边能够出来的，这个价钱最高。假定说一个头盖骨可以卖100块，哦，他100块跟你买。假如这个草进去直到一半没有办法出来的，半价打五折，半价50块，我再扣咖喱贵。假如这个草插不进去的，他不要，他说这个送我都不要。哎，这个卖头盖骨的说，就想想这么奇怪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捡呢？这不是一样的头盖骨吗？草能够从耳朵洞洞里面进去出来的，你就最高价买；进去一半不能出来的就半价，完全不能进去的就不买。这个原因在哪里呀？那个买头盖骨的人就说了，他说那个槽能够从左边进去右边出来，右边进去左边出来的，这个人听佛法呀，他听过经的，他不但听过经了，而且理解开悟了，所以他的耳根通了，耳根呢、啊、完全通了，所以左进右出，右进左出，这个人听佛法已经开通了，所以这个最宝贵，我把它买下来啊，可以建塔呀、啊，会供养他，有功德啊，因为他是修行有成就的啊。那么这个草经一半的呢，他说这个也听过法的了，听过法的，听过法没开悟了，没开悟，所以进一半就没办法过去啊。这个听过佛法，可是没开悟，虽然没有开悟啊，他听过佛法了。他在法海里面游过的，值得恭敬，我把它买下来也可以见他供养，因为他没有开悟啊，当然就要半价了。他说那个草没有办法过去呢，那是凡夫俗子，完全不懂佛法，从来没有听过佛法，送我都不要啊，因为这个不值得恭敬。哎，各位要想自己的头颅宝贵啊，
哦，将来还可以卖钱呢。哎，看看能不能通得过去。可是现在不能试验哦，这可不能试验哦，把这个耳膜弄破了，你也赖我啊。嗯，那我就罪过了。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你听佛法得到的利益啊，连这个身体这个骨头都会受到感应，有会这种特殊的情况。这个故事不是我闯的啦，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有的，我看过好几遍。那么我看了这个骨头头盖骨卖头盖骨的故事啊，我就拼老命的看经啊，希望将来头盖骨能卖100块。嗯，所以这个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听佛法跟听世间法、听那些杂法不一样。那么听唱歌不是很好听吗？可是听唱歌的头盖骨卖不出去的，不会有人要的。那么因此之故，这个这么殊胜的佛法，这个六级判微，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可贵可依，好好的去思维，思之者之啊，好好的去思维啊，而加以修学。贼呀、啊，就是要善能分别啊，善能分别你自己在六级当中啊，您是什么佛？是理即佛呢，还是个名字即佛啊？看看自己是什么佛啊，才不会升起正上慢，或者是自甘披裂，才不会发生这种的这个毛病啊。那么这就是显示啊，说六级这个道理啊，有很大的功用在。到这里为止，原教的所谓六级判位也就说完了。那么第四原教分三科：标、示、解。解释里面是名义名位次，名位次里面有种有别，名位次的第二别是有两科，第一依经名位，第二六级判位。到这里讲完啊，也就是原教三科里面第二的解释整个讲完了。后边有一句就是解，原教的标示解三科当中啊，略明原教未尽，略明原教未尽，这一句啊，六个字，就是结，原教的标示结，这就是总结上文，总结原教，到这里为止啊，这个结不必说了，就是总结上文嘛，简略说明原教的位置，到这里已经说完了，那么法法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原教，这四教都已经讲完了。那么四教讲完之后，为了要显示天台的教法呀，它是由教由贯的。教是理论呐，贯是实行实践。那么既然是明白教理之后啊，要好好去修观啊，有实际去修行体验啊，如果不去修行，不去实践实验的话，那你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所以单理解而不修行的，是华严经说是贫人素他宝啊，自无半钱分。好像这个金融机关的银行的这个员工，他一天到晚算的钱不晓得有多少了，几千万了，钱算的很多啊，没有一块钱是他自己的，如果把他这个算的钱拿一块钱装到口袋里面去，就是贪污了，就有毛病了。那么，如果你只是用嘴巴讲，只是了解文艺而不修行啊，那就是画饼充饥，说是素薄，说了好多好多很好吃的东西，可是肚子里面还是空空的，为什么？没有真正吃下去啊。那么说了好多的道理，没有实在去修行，得不到真实的受用，就是贫人素他宝。
啊，自己一钱之分都没有，啊，那么说了好多的吃的东西，自己都得不到这个饱腹，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吃下去。那么真正修行修惯呢，那就是把东西真的吃下去，啊，那就是真正自己赚来的钱，啊，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修惯的方法，啊，所以这个科判里面呢，啊。第一证明时宜啊，这个四教育的文字分三科啊。第一证明时宜，说明五十八教啊的这个教义。第二啊，是略示惯法，简略的显示修惯的方法。第二科就是略示惯法，以下的正文呢、啊、就是略示惯法。略示惯法的科判今天分各位的分解各位的表里面呢、啊、后边就有这个科判，但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刚刚啊把解说完，以后是讲这个修观。那么修观里面先说修观的前方便，就是二十五方便啊、那么然后说这个十圣观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提要说明而已啦，不能详细讲，因为天台三大部里面讲修行的惯法啊、就有摩诃止观的大部哦，那说起来不得了的。那么前面都是根据法华玄义法华文句里面所说的教理，把这个五十八教的教理加以说明而已，后边的修观方法是要配合摩诃止观，或者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或者是六妙门，或者是修习止观坐禅发要啊、这是修观的入门啊、而作为简单的说明啊、那么今天就把原教讲完啊、以下略示惯法。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二十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987。杀生患病，放生得救。生活在海边的阿成，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去海边抓螃蟹。他通常一天就能够抓到满满一袋的螃蟹。阿成，你又要去海边抓螃蟹了呀？是啊，爸，现在已经退潮了，沙滩上铁定会有不少的螃蟹。阿成，你怎么每天都去抓螃蟹？你是抓来卖还是自己吃呢？当然是自己吃啊，我很喜欢吃螃蟹，不管是用炸的还是清蒸，味道都很棒的。哈哈哈，难怪你整天都去海边抓螃蟹，原来是你自己爱吃啊。是啊，螃蟹我是百吃不厌。阿成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吃螃蟹，都不晓得吃掉多少螃蟹了。阿成啊，我劝你不要再去海边抓螃蟹了。啊？为什么呢？你从小就喜欢抓螃蟹来吃，那不就等于说死在你手中的螃蟹不计其数了吗？这是杀生啊！要知道，杀生是极大的罪业。你杀了那么多条生命，这样下去，你迟早是会遭到恶报的。哈哈哈，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说这种话？我才不相信有什么因果业报呢。我要去抓螃蟹了，大家再见。大叔，你难道就不劝劝阿成吗？他这样下去会不好的。你说的太严重了，不就是抓几只螃蟹吗？哪会有什么恶报啊。唉。退潮后的大海，海滩露在阳光底下，沙滩上一个个的小洞就是螃蟹的小窝，抓螃蟹是需要技巧的，而阿成对于这种技巧当然非常熟练。哈哈，来的正是时候，海水都退下去了。嘿，这里有个螃蟹洞。阿成守在小洞旁，耐心地等待螃蟹爬出来，然后再堵住它的洞口，这样螃蟹就回不了洞内，只能乖乖束手就擒了。嘿嘿，我看你往哪儿跑。对于一些礁石缝隙里的小螃蟹，阿成也有他自己的办法。哈哈哈，这里的小螃蟹可真多啊。阿成用一个网袋装满了一些螃蟹喜欢吃的诱饵，并将网袋放在礁石缝隙里。躲在缝隙里的小螃蟹被诱饵吸引过来后，就会夹住网袋不放，这样阿成便能将礁石缝隙里的小螃蟹抓上来了。太棒了，有这么多小螃蟹。咦，你不是阿成吗？怎么你又来抓螃蟹啊？是啊，你看我抓了不少的。阿成，这么小的螃蟹你怎么也抓啊？它们都还没有长大呢。没长大又怎么了？这种小螃蟹炸一炸，又酥又脆，很美味的。啊，这么小的螃蟹你也抓来吃，难道就不怕遭到报应吗？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报应，我不信这些小螃蟹能把我怎么样。唉。阿成把大螃蟹抓回家后便会蒸来吃，而那些小螃蟹则活生生地丢进锅里油炸。阿成从小抓蟹吃蟹已不计其数，最终还是遭受了业报的反扑。渐渐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阿成开始不洗澡、不穿衣服，甚至不吃东西，走路就像螃蟹一样，非常奇怪啊。
阿成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从几天前他就开始不吃饭、不洗澡、不穿衣服，今天竟然做了这种奇怪的举动。大叔，难道你没找医生给他检查一下吗？检查过了，可是都没有结果。哎，你们难道没发现吗？阿成的举止就跟螃蟹一样。真的耶，他的行为真的好像一只螃蟹。这怎么会这样啊？我看阿成就是因为杀生太多，才导致今天这样的业果。对呀，自从那次阿成抓蟹回来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啊？难道真的是因果报应？那现在该怎么办啊？杀生是很严重的罪业，阿成他从小就积下了这么多的罪业，遭受果报也是必然的。现在只有行善放生，并对过去所犯的罪业多做忏悔，才能挽救。好，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为了消除阿成的杀生罪业，祈求他恢复健康，阿成的父亲便时常带着他去海边放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生，阿成终于完全康复了。他放弃了自己吃蟹的爱好，开始坚持吃素放生，并对自己过去的罪业经常忏悔。阿成啊，你不是最喜欢吃螃蟹吗？今天怎么会把这些螃蟹全放生了呢？我现在已经不再吃螃蟹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经过那一段奇异的经历，我明白因果报应确实存在，杀业太重必遭恶报呀，所以我现在不再杀生害命了，坚持护生放生的善举。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